大家好，我是小智啊。30秒教会你一道柠檬手撕鸡，就算你是一个厨房小萌新啊，也能做出一家人喜欢的味道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顺手截图保存左侧字幕的这些调料，而盐焗基本的咸味足够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需要额外加盐了。当然，重口味的大哥小轩你们就当我没说了。最后手撕的鸡肉和花生米还有料汁混合，搅拌搅拌就可以上桌开饭了，很简单，对吧？要不就动手试试看。